大家好，我是狐狸，可不可以不要杀我？我不想被做成皮草大衣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白龙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，亚洲林皮草 Fur Free Asia。 然后这个活动呢，目前有五个国家参与，这是由日本发起的一个活动，然后很荣幸这次台湾也有一起参与这个活动。那这个活动要怎么进行呢？很简单，大家只要准备一张纸，或是在任何可以写字的地方写下 Fur Free Asia， 然后找你身边的任何一个朋友跟他一起自拍，然后手比这个动作，这在日本代表狐狸的一个手势，上传到活动页面上，然后记得标记你的其他朋友一起参与这项活动，让我们一起跟皮草说不。然后在香港有人设计了这一张图，我觉得好可爱的。这张图就是把它印出来，然后剪下来，然后这样子就很可爱，也是一样拍照上传。那我们今天就要 DIY 这个狐狸面具，来吧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 DIY 吧。剪刀，这对我来说很简单啊。我刚把狐狸剪下来了，然后现在要把这个眼睛剪开。好，接下来是把双面胶粘上去。等一下，好，好了，好。哎、欸，他超怕的，等一下，不行，你不要怕，我来帮你。哎，哦，他不喜欢。现在，花枝过来，来。他完全不理我。来。好，我今天的影片就是拍到这边，那大家赶快去参加这个活动吧。然后活动的网页，然后还有这一张图的连结，我会贴在下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记得把这影片按分享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不要吵，安静。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看到我最新的影片。各位白粉，各位小耳根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